happen.你看这个酒店给淹成什么样子，大厅都已经给淹了，然后对面江的对面大概淹了有四五层，太可怕了。这个就是洪水的力量，这个是长江是吧？长江。 现在是长江重庆的东水门大桥上面向下俯瀑，现在这个水位还在上涨。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刚才左面就是龙门号景区，你看车左边这些车刚才是有空地的啊，有干的地，现在马上就上去了啊，现在还在涨。文化馆那个地方，你看嘛，涨水，暗器现在就是那个情况，还在有点恼火，还没到达最高峰，最高峰的位置是。 捡了这么多手机，哇！今天龙回这个河水干了哦，我们没有上班，在捡田螺。来见证一下水灾后的好天气，这简直是。
来的时候我都不想干，我二十岁了。